车吗？我是拿它来做保养的。我的车，对啊，我的车这边。不可能，因为你的车在那边，黑色的那个黑色的就是你的，对吧？掉了。他那个黑色的车。老师，老师来了，老师来了。老师好。老师来了。大家好。老师好。你把黑色的笑容好慈祥的面孔。对。这方面的知识，对，这个洗车啊，就像我们平常洗澡一样，它是怎样洗好澡，也是有个流程的。对对，洗发露那沐浴露，沐浴露是要挑很好的那种。哇，这个很少，这个。我说这个画风，为什么总是变了？要不要给你洗个澡啊？洗个澡，喷头了一下，就喷泡沫，喷泡沫特别好玩，这个好玩到爆，就是下雪。虽然我们今天我们没有见，但是我们还是有点喜欢。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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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手术的时候，擦那个轮胎，擦那个脚趾，脚趾头。怎么瞧？啊，这张镜像是老板。哎呀，这边就别看了，我这是什么？哦，没有了，我要唱的，泡沫都没有了。哦，泡沫掉了。哎，这里还有，全都是。他们俩还唱歌，他们俩全都是。好唱啊！有一点，就是我皮肤没有那么硬。没有那么光滑哈，是吧？对，这个师傅一直在做事情。是红色吗？沙子，把那个皮肤刮伤，是吧？嗯。他们洗干净了之后。我们不能穿着湿衣服出去啊，那样容易生病，是吧？对。我们油漆也是这样的，特别是水珠，它就是会进去阳光。我表情真的是冷的，有那种感觉。好了，别表情了。凸透镜。这什么呀？这是凸透镜。凸透镜，对，凸透镜，凸透镜。一人拿一条，就是。我是大二初二的，上学了物理的，知道吧？往下按。哇。我们有专门的擦车外的毛巾啊，是来，你要吗？来，我要来。一人拿一，怎么是两份吗？一人擦一点。哦，这里还有。蓝色的毛巾叫蓝色的毛巾，对，蓝蓝搭配干红嘞。是兴奋。可以啊，洗车兼唱歌对吧？全都是泡沫。好了，现在这辆车已经洗干净了，我们。要准备下一辆车，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以为我们是洗车，一辆车上的洗车怎么样？不干净，洗的很好，绝对行，绝对能行的啊 ！No problem。啊，好，来，我们把这辆车移开吧。好，移搬搬。我是开。哇，好脏！我在旁边发现了青苔，家里面是怎么样？有点青苔，看到没有？那么脏，有一点脏。这边考验你们的能力的时候了，现在我就需要你们了。来，现在第一步什么？洒水。洒水。好，洒水来。我们用机器洒水啊。但啥咱俩有差点就我怕你控制不住，后期你就会把我这个拉倒。这是什么？是一种严肃的事情。对，是严肃的事情。还有说是快乐的事情，我真的搞不懂，说到底是严肃还是快乐。会充分的啊！啊！抽风了他。下雨了！哎呀，妈呀！别往那边了，危险！哎呀，啊！我头发，我气死了！你这几我来了，该你们两位了。好，我们冒充血汗的时候来了。哦，真的吗？表情，你看。不，我要打个马赛克就行了。Oh my god！一定不会满足你。
你来。我来。你来吧。上面的，我来。要配合工作是配合的，是吧？不要来了一个比较温和一点的。远一点啊！觉得那个师傅肯定要少女心，弄成个粉色的，看着好鸡皮疙瘩，太棒了。真的是把事情做绝了，就看到这一段。这是辆什么车？你猜不出来吗？这是一辆白色的车。哎呀，我被挂住了。真的是，我们你先来吧。哎呦！又来了，这是第三个了。我们这期的问题是：潘振林为什么唱歌？唱了几遍，一共有多少笔？你看他的衣服掉了，别要吗？好一点，别要吗？那我算了呗，好干净啊，是吧？洗那么多洗车工，你的话要不帮他们一下，把他们换一下，你也擦那一点的上面。哎呀！哇，好高、啊！我也不知道怎么他抬出来的。啊，那手短了，差不到。哎呀，你别抖，好恐怖！什么？谁在抖？你呀、啊。在抖啊。对呀、啊。这哪有脏就要擦？够干净了吧？你觉得这个干净吗？看着你。班长，你觉得这个干净吗？我觉得。班长，舔一口吧，你觉得干净吗？吓死宝宝了。洗头，先洗头啊，对。先洗头。先洗头。好。为什么洗头？因为它是车顶的，车顶很。哦，洗头，差点就被这个伤到了，好搞笑。不用了，潘振林不要了。咱们这些老干部可以退休了。我弄一个奖。哎呀，三，往下面压，往下面压。配重，往下面压。你向我们这边等一。洗车又不是穿件好吃啊？啥？拉锯子，中央打开的拉锯子。我怎么要比预期大？我不打。拉，继续拉拉。哇，哎，等一下，洗脸用的是不是？要把毛巾拧干呢。还要拍照，笑容好傻的样子。下面。好，现在让我们看一下你们的工作成果啊。哎，好干净。这里还有黑色，你看我去那个亡羊补牢，就是老师说你们地方走太差了，太不错了，我们得了满分。哦，不是，钢圈儿，积分。我后面。你不捡？这里，你看，这里是吧？这里遗漏了三个地方啊。太难了，我们去看完了，我们没知道在哪儿。我也不是没。这里是擦掉了，看到没有？污水。然后你这里都没有擦。看着它就漂亮了呗，是吧？这里啊也没有看腻啊。你们亡羊补牢，好有没有好啊？不好了。好了，今天新姐姐吗？还好。那你们年龄大一点，应该要漂亮多了。我看一下啊。刚才亡羊补牢，看没有？亡羊补牢，好，干净。我们一个来看。对。嗯。对。洗掉了。对，洗掉了。这太坏了！什么？你看，哪里有啊？根本没有，对，没有。根本就没有。我看见了。拥有了啊！对。好，现在我们车一新看。洗完了，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两边进行点评。嗯，这一边呢，
你比这边好得多。让古家长。只有一两个小地方，对，有点点没擦到啊。对。对。啊，这两个朋友也不要五分钟，吓死他，说过就可以了啊。你们有三四个地方。没有，我们要谦虚。嗯。啊，就这个，你就擦掉，还是不是很干净，对吧？好。好了。值得签的 X 电视，我会成功，你也成功，就是挑战成功，成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你们丝毫没有默契，狂礼挥刀，请你们开车。我们下期见了，拜拜。耶，觉得这一次洗车哈，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前面那个老师他洗的车很干净，他也很干净，然后我就以为我们只用把那个车洗干净就可以这一切都结束了，后来开下来好脏的那个车，脏到爆，像那个在那个怎么说呢，就像跟田的那种车一样，原来在老家就那种跟田那个拖拉机，好脏，然后我就去洗，觉得洗了之后别人喷那个水啊，就喷上去大部分那个油就已经，哎，什么油，哦，泥土就已经被洗掉了，后来加上洗那个泡沫，就觉得那个泡沫像我洗手的那个泡沫一样，然后就这样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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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之后，随着一冲，哗一冲，然后整个就干净了。全都是泡沫，我洗车时候全部脑子里都想着这首歌，我觉得以后可以边唱歌边洗车，这样说不定心情会更好，洗得会更干净，你们说呢？这次洗车，然后那个老师就特别像二次元的人物，眼睛都是笑眯眯的，而且他还把那个洗车比喻成洗澡，特别好玩。然后我希望呢，下次我再去体验 X 电视的时候也是这么好玩的。爸，回去我替你洗车，这次我是专业的，好好好好。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五卧谈会。哎，人呢？少了几个人。首先，哇哇，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呢？有，闻到了发酵的奶酪，还有一个生化危机。那个生化病毒。那我们就看一看今天的问题吧。来，我们坐高一点。你们好，我马上就要到外地生活了，外地，现在心里重庆吗？他是来重庆吗？应该吧，来重庆啊。也有点害怕，你们出门在外都会带些什么东西呢？什么东西？请给我加油吧，给我点勇气吧。好，给你了，给你勇气。好了，带些什么东西？我会带照片，家人的照片。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很不错。对，就把那个身份证看一下，就把你妈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你把你妈的身份证拿走了，这是牛。那你们会干什么呢？我吧，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知道你们都是初中一开始就是过一个星期就会去军训嘛？对。那个星期你们就对同学都很不熟。哦，但是有一次我去军训的时候，就是晚上，因为教官他们都睡着了嘛。当时因为我带的手机没有交给老师，就藏在被窝里面，因为我也玩游戏，然后就拿出来，但他们在跳床就跳，砰砰说在跳，他说拍起来，结果凌晨三点钟，那个手机，砰砰烂的，我都要气死了，他们就讲我就一个男生在起头嘛，就拿床被子捂，就突然就来了，怎么一踢砰一踢开，我就立马就假装睡着了，我就笑死了。好，就是那一次，然后我们那男生就很熟了，就全被排斥了。交朋友嘛，就要找到个话题才能交朋友。对，被教官骂了一次，来交流一下。不是，他们都在那外面罚站，就我一个人在那睡觉。还是你想带什么东西？对呀、啊。对，不是我的话，我觉得你这样租房子就办个 WiFi。然后晚上就切成两半，然后晚上在视频聊天啊，就妈咪，我真的很好哦。对，不要想念我哟。对，折叠键盘，哦，折叠的那种，这么高级。你好，我怎么不知道？我们这些农村人都没听说过，真的是。会玩。对啊，城里人真会玩。跟我一起学键盘的人都会被我吸引过来，我们就交朋友。
对，前后有，哎，很好哎，不错哎。那我就是以黄金就是一个会友，对，哎，凌晨两点半跑到人家楼下，老废了，嗨起来，嗨起来，就砰进门，吵什么吵啊？还有没有睡觉了？还这么认真好好生活？啤酒瓶扔下来，哎哎，我们绕弯，绕歪了，绕歪了，对对对，那敖子怡，那你想说什么？好吧，你先说吧，下一个敖子怡，带点智商，带点智商。还有呢，我觉得就肯定是因为怎么说，智商是很重要的。你出门难道就很傻的，又不知道去给别人怎么交流，又不知道怎么去找住的地方、找吃的，那怎么办？Hey Siri， 你附近有没有什么餐馆？找到一家餐馆，重庆火锅你要吃吗？我可以吃吃吃吃，然后就都晕了一大圈。对，真的是。不，你们说的都不是重点。出门旅游，你们说的带智商、嗯、带照片、嗯、其实都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带上自己。对耶，你不带自己，你把这些东西还把家里的枕头给带去了。嗯，对，我的。我要把家里的床搬去。我要把我他把他的他把他那个叫那个房子，不是他把他那个小区拿他那个起重机。这么拔起来，移走。复仇者联盟吧。我们家里有棵大树，很漂亮。那移走。对，移走。天天你在说什么？多带点书呀。哦。哦，好爱学习啊。爱学习啊，学霸，学霸。可能我觉得陈志勋就带个那个吉他谱子就够了。对，要带吉他。六叔，每天晚上都不用去花钱租场馆，在那个街头。那还是问一下陈志勋。陈志勋，你去外面要带什么？带点琴，带点吉他，带点吉他，让他来回答吧。带程序员，程序员，哇，感情好啊，可是还在被窝里玩呢，都不知道吗？你们那个，对，不能用脚，听到没得？什么？只能没听清，不能用脚，听到没有？只能用手。还捡来。那程志远，呢？你就别问了吧。带程志旭啊，天天就知道了。他都带你了呢。带他，那还是等等，你再回答。带点泡菜，我觉得还要带点酸辣粉，把家里的铺盖带走。你床铺讲多，我们都是以情会友，以言会友，以歌会友，他是以铺盖会友。铺盖就是被子，就被子就是以被会友。你确定你要带铺盖？其实我觉得真的，现在的人呢。带点衣服才是真的，你知道吗？带点衣服。其实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你因为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会有新的生活。对，就很多朋友。等一下，一切从零开始。等一下，黄芩要带衣服，他到那种热带地区，穿件衣服轰没了，穿件衣服轰没了。不知道你对今天的问题答案哦，答案。今天的问题回答是否满意？我很满意啊，我觉得我很满意。我也觉得。对，我也觉得。哎，我们已经带足够了智商，是吧？好，那星期五的卧谈会到此结束。出门记得带我们的话哟，听到没有？海外商品要代购，代购，海外代购，智商就找我。See you， 新买一百包邮哦。欢迎来到星期五电台。不闹，今天我们有玩的游戏是猜猜他是谁？我是杨翔，他是黑手，我跟你说，他是黑手。我是黑手，他是普通黑手，黑手，我是黑手。别闹，不要闹，安静。好，今天我就先不说规矩，留个谜底，留个悬念，你们先。先不说规矩，你们先分队啊。好，按照我们的老规矩，一百块。今天敖子怡是裁判，所以我们不能亏待他，听到没有？敖子怡最帅了，太帅了。好，分队。黑黑白配，老规矩。黑白配。哎，没有，再来。五，再来。你是黑的耶，你是黑手。黑白配，有，好，可以，我们可以，不是，班长，两边的专题，两排，好，我被我们的规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一队会去猜，
猜的那一队他会蒙上眼罩，然后去被猜的那一队会找各种的道具来伪装自己，然后被猜的头套强制硬什么什么头套黑手套，听我说完，然后猜的那一队他会你们会必须要辨别他们是谁，然后就是辨别人数最多的那个人就赢了，对，就赢了。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只能摸脖子以上，脖子以上，脖子以上的就是头这一节，这是一个重点，不能违反。哦，可以问我三个问题，然后每个人可以问我三个。你都是说的实话对吧？对，说实话。我相信你肯定说的实话。嗯，这个主要是看我心情。好，我们两边都已经。冒好了，好，我们就开始吧。好，电心，你们这队是谁先？谁先？谁要先？你们都这样排好了，是从你开始还是从曹九？好，曹九啊。嗨。欧子毅。他已经走了。然后谁在那？这边我听过这边。脖子在哪？我脖子在这儿。王鑫是谁？来。Yes。来。戴着帽子的。就马上写他我变成新的手，很老，变成新是你吗？很瘦啊，这是。哎，里面在干嘛呀？就是你变新，还说不是你。对啊，就是我。下一个。哦，好，这就是你。如果你们班长就是耳朵比较小，就摸一下耳朵，曹俊伟。然后他身上有一股香味，对，他身上很香，他作品里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他头发很直，摸得很顺，他会弹吉他，不是，他一点都不会。右脚陈思旭和班长，对不对？这儿。何俊宇，小耳朵。对，小耳朵是黄宇航，黄宇航。脖子粗粗的，脖子粗粗的，绝对是我哥。对。你摸完了吗？摸完了，下一个。这个不说他摸的是谁吗？好高啊！哎，你说一下你第一个摸的谁啊？你感觉？对，我好。这个好高。他不会搞忘了吗？高。你摸，如果你摸到脸最舒服的那个，绝是贺峻霖。他已经摸完了。对，他软绵绵的那个脸。那绝是贺峻霖。好像我对他们都不了解耶。四个摸完了。好，下一个。走。黄晴到底？黄晴。黄晴，记住，等一下，后面就摸着有点短，他的头发。对，他的头发有。黄晴，我知道是你，不用说了。哦。警官，为什么要赶紧走？哎，黄晴。因为他是我爱你，你摸手是干嘛？脸。哎呀，下巴很尖的这个人，他有可能是故意的，故意蹲的，或者是故意站高了，对，戴帽子，这耳朵不知道大还是小，这个耳朵，你可以把它往你的肩，哦，不能肩，半中耳垂，他家睫毛很粗，是吗？睫毛对，好，那就是黄晓彤，我哥，他是长发吗？黄睫毛不长，不是，他身上有香味没有？有哎。那个洗发水的味道，哎，你就不要闻了吧。我做谁了？哎，还有，还有三个，还有三个。看你把别人杀了。不要磨牙齿。我可忘记了。你就不要闻了吧，再下一个。走，有点矮。下巴很尖，我知道是谁。还有一个吗？还有一个，这儿。哎，这里好胖啊，这个人。胖，贺林，帽子给我甩。你有正脸，帽子好嘟的。贺林，你也嘟的呀？他不是，那刚才那个，我要去摸刚才那个。贺峻霖，他是贺峻霖。好，就。啊，这，哎，这踩到我了，这谁啊？警察为什么带我走？我是无辜的。你在哪？哎，这，脸。哎，刚强了。
好想他走了。走了。我的钥匙是不是？哦，我要吃羊肉没事，我没看见。没有放光眼，我没看见。都是都是都是一片漆黑。哎呀，我忘了个词。这不是翟，这是不是翟虎小分队的一个？不是。啊，下一个。哦，算了。来啊，走。天助我！哎呀，不一定。记着每个。那是不是？那我现在想起来。这是不是那个？我也忘了。四底下最文静的那个。陈思旭。不是。有腿有陈思旭。对他最文静了。那我那他怎么办？安静啊！啊，就我头发就是他是我哥。哇、哦、哇、哦！可以不借帽子吗？可以坐下吗？管你的。嗯。对呀、啊，想坐下。不对。我觉得我们现在像你们每个人为什么走到最后一个的时候都要闻一闻？你也坐下吧，行不行？待会儿等你要先过来，我知道这是谁了。他谁说的？你坐下。李永志，绝对是李永志。哦，他们都蹲下了，你要蹲下吗？你在哪儿啊？这谁呀、啊？这是阿黄。这是你。待会儿我不蹲下了。哎，高高，我蹲下吧。最后一个了。你是最后一个了。我们要哎，你摸我干嘛？我是阿姨，因为那个军的时候，一直走，一直要垫着屁股。你不要捏别人。他是不是试一下？不是，不是，不是，我们来迎接丁真心。欢迎啊！摸他头上。他的哎，给他打鼻子。我知道他，私底下最安静的。对，就是他。我知道他。你知道他？我发现他们都最后一个。小芝麻。我现在是要还想问。我知道。李湘慧，欢迎欢迎。我最后那个一路说，我觉得，对。然后我觉得倒数第二个肯定是班长。第一，倒数第一个，我认为是李永哲。我觉得他的味道，就很像李永哲。好软。你的味道哦，这个词。哎，最软的那个是谁呀？最软的那个。不要提问。不是李永哲，就是李松。嗯，放过。好，可以了。哎，这是我。哦，没有啊。转身。啊，等一下，先不忙再演跳啊。啊。你们可以转，随意画下顺序。然后把衣服那些全部脱了。对，把道具全部都脱了。多谢提醒，多谢提醒。好，三二一，站眼罩。真的，对。我就说是你，我就说是你嘛。他很尖的。他们发挥怎么样？你就觉得？我觉得他们俩随意换了位置的。他，我觉得现在好失败。哎呀，等一下，真的，他好相信。你们现在可以讨论一下，然后讨论出来，他们是换位置的，因为。然后你们就可以猜出来谁是第一个，谁第二个绝对。倒数第二个是班长，绝对。对，倒数第二个班长。最后一个绝对是，我觉得第二个，因为最后一个是他，我觉得是他，应该是他。他很肥，真的是。我觉得。我刚摸，我刚摸他，不要摸他，这样的好嘞。Don't摸，我感觉他第一个是他，第一个因为我摸着他脸比较胖一点，而且我还揉了的，他是凸出来的。你看贺峻霖比他还要胖一点呢。不啊，他明显要。他还要胖一点，但我觉得是贺峻霖是第一个，他们俩换了个位置。坚持我的意见，一二三四就是这样。我一，石头剪子布，谁赢了？啊，谁赢了？听谁的？我来。哇，好古老的报告。石头剪子布 ，paper six， 石头剪子布，对。好，那你赢了。一二三四啊，不对，一二哎，一二三四。啊 ，wonderful， 绝对不是这样子。这是好，你们摆回原来的位置。一二三四，绝对原来的位置。对，就是摆回原来的位置。Wonderful， 精彩！不愧是我们的卧底。我跟你说，必须是一二三四。妙啊！妙，没事没事，还有你们这边有一个。好。我错了。好，我们现在这边这两队也换装完成了。然后班长，你们这队谁先开始？那边从那边开始。那边好。第一个是。思旭啊，思旭。陈思旭加油！陈思旭，给我们透露一点信息啊！记得陈思旭刚刚透露信息。记得那个，如果是丁振鑫的话，就卷毛，你要记得摸头发。然后黄芩的黄芩。摸脖子，摸脖子。啊，对对对。后面有颗痣。对。没有我的脖子。陈思旭，Are you okay？ 不知道。下一个，下一个。陈思旭，你摸的第几个？我感觉陈思旭有点迷茫。说一点，陈思旭，你好，是我哟。是我，
对，就是我姚翔。明明是我。什么？明明是我哎。好，第三个。讨厌呢。对，第三个。丧心病狂的一对。怎么这么高？你在这儿。你们好讨厌啊！丧心病狂，比班长还丧心病狂。你们好讨厌。我，这个人是我啦。这个人后头好。后头。金德勋。金德勋后菊花后面很长。他们怎么还有语音攻击？就是，不是说不能语音吗？因为我们是 Siri。这个是最高的一个。好高。好高。巨人。巨人最矮的，不，那是我才是我。你们在叠罗汉吗？他有可能超可爱。再来。我怎么觉得？好，谁来牵牵我？何俊林，我在这儿。何俊林，透露信息啊！好。你摸到什么就跟我说，我就说。来，第一个。在哪儿啊？这儿吗？嗯。放心病狂，我只能告诉你。有头发吗？不要护住，不要护住，不要抵抗。怎么还戴了个帽子？这是不是跟我一起视频跨年的那个？我怎么？好吧，就算是吧，算是吧，好像是吧，应该是吧。下一个，闻闻味道。这个人是我哟，这个人是我哟。换，艾里。别摸我帽子，真的还能这样？你干嘛？人气帽子吗？把我帽子卸了干嘛呀？这个感觉，这个人感觉脸好小。不要摸我脸啦，真的是。我感觉杨浩翔的声音从左边来，从右边来，从上面来，又从下面来。哦，我知道他是谁，他是不是那个他们次元的那个人？对，没错，就是他。哦。第一个，贺峻霖，还有一个呢，这怎么越来越高？这个表情，这个脸在哪？你下来，脸在哪？你把手放下来。这个表情做的好好，表情包。哦。一大波表情，出事。怎么了？你是被绑架了吗？哦，我知道他是谁了。第几个？第四个。最后一个。嗯。嗨，没事，少。哇，你们每次摸完一遍就要换位置。哈？啥？还换位置？啊不，没换位置。没有换位置的。没有换位置。这个脸怎么这么肥？我只能够使能祝你们好运。终于是我了。你这句话感觉。终于是我了。第一个，据我所知，应该是严浩翔。我听说严浩翔身上有点味道，他怎么那么上钩？有点香，有一点香，没有班长的重。有，是我有，这才是我，刚猜错了。那个肯定就是严浩翔。你们这个我怎么？你不要趁机打别人好不好？这还能打人是吗？这才是我。你闭嘴。闭了，像 3D 环绕一样。妈呀，哇塞！裁判他没有犯规吗？哇，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什么东西啊？这都是什么东西？这些都哪里跑过来的？嘿，班长，你人呢？在这儿。这人怎么这么好？哎呀，他站！等一下，我先把桌收了。你下来。哎，等一下，他们这样换位置，我们最后怎么猜？没有换位置，真的没有换吗？没有。啊？是不是第四个？是不是？精彩。对，第四个。我知道不？第四个不是丁程鑫，你摸他后背，哦，摸他脖子。你的话，你的意思是？哦。班长，你就自己走吧。什么？你别这样好不好？算你。这是个什么？犯规。这什么？这脸吗？这你干嘛？是不是非常不像？你干嘛？啊，这个，谁在打我？这戴了个帽，我看一下这个身高。这七个。什么身高？啊。班长，你把他们挨个抱起来。啊，也好想。下一个，这。哦。是我。丁程鑫，啊，
啊，我知道，肯定是。下一个，下一个，你们到，下一个。下一个怎么能出？哦，有人打了你一刀。刚才你把他们挨个抱起来。我感觉我入了贼窝。记住老虎窝。摸他脖子。哎呦！摸他脖子。哪儿腿了？什么？这什么东西？爷，班长，如果是第四个的话，就摸他下脖子试试看。这是个人吗？哎呀，不摸了。我是第一个。班长，还摸什么？班长，班长，爷，哎，你不要动他。脸在哪儿？这儿。这是头。这是头。脸在这儿。哦，知道了。班长，你们换位置吧。这是我觉得。哇，你们还要测？好，测道具，测道具。你们站一个。啊！哥才累死我，你知道吗？我一直这样子。哥，摸我的，摸的，摸我脸，摸我手上吗？你们可以讨论一下。还能摸吗？不能。哦，可以。兵刃神帝。我觉得最后一个。反正我是第三个，你们还行。这已经撸挂说。最高肯定是黄旭。对，反正要把帽子给戴上。最后是我，真的是我。第三个是你。不，第三个绝对不是我。这里有蜡烛的好吗，兄弟们？哈哈哈哈哈。你应该在这个位置。他应该在第二个，对对，他应该。他应该在第三个。就我在第二个，我在第二个。你们不要以第三个第三个。别在，就在，就在，就在。对，哎，是的。确定这个吗？确定。确定吗？确定。你们站回原来的位置。Wonderful， 我怎么把你们全输了？输了！全在那。等一下，我现在有必要让你们看一下他们原来的样貌。你们把原来的道具都拿下来。这就是我们的还原场景。天哪！天哪！天哪！但是，最终还是你们赢了。不，我不。啊，我服。你不服？你不服吗？跟你说，我跟你讲，我要跟你们讲，我要举报。你还投到我这儿来了？谁？投诉无效，驳回。他比较矮一点，想想他怎么摸，他只能摸到你这里啊，对不对？他说我可以举起来。安静。他不知道。等一下，我们这次有惩罚的，惩罚我们这次玩的很。What？ 很 little。我们这次的惩罚就是，输的这一队人就穿着这一队的衣服，你们当时现在的装扮。做一个搞怪鬼脸放在我们的官服上，请大家敬请期待。哇哦 ，wonderful！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
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世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我的心真的受伤了。爱上古拉查兰，祖国祖国苍苍，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此词为两个所寄，与吾所思，与吾所忆。哎呦，黄贤给你讲这个干什么？